我想他们的团就是对了，对对对对，加农的野球团虽是战败于中京，但这一次的战绩一跃而为中学校野球界的霸者，而使该团能得如此荣誉者，实赖于该团主将明格手吴军之力甚大。这就是吴明杰。对，我看这最后有讲到近藤教练，包括滨田野球部长，他讲说他到甲子园的时候，他本来想说第一场不要输就好了，回来台湾就已经够对台湾有交代，想不到连赢三场，所以这里野球部长很谦虚。可中京队他是输给北海道，还输给中京队？中京队是，嘿，那个。报纸是昭和七年哎，1932年1月1号，在1月1号，他把这去年一年当中哈，台湾的艺术界，廖桂春呐哈，然后廖继春，哎对对对，跟那个郭明珠，啊，这是艺术音乐美术界，这边是体育界，体育界里面有足球有各种，但是棒球是这一年最红的新闻，所以他就把吴明杰当做头条新闻，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1月1号。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来回顾一下这一年里面最值得我们来骄傲的明星。哎呦，老实讲吼，我到1970破掉了啦，没有，他本来就破掉了。在1970年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是几大张？三大张。中国时报、联合报，对，12版的那个。你看1931年台湾的报纸都还比当时还进步。这里的报纸其实有一个特色，我这个是从总编辑家里收到的，所以有很多被日本人禁掉的哈，它这里都出现啊。比方说这一版当初是整版不能登出来啊，然后他后来就打一个叉啊，这一版是在台湾是消失的啊，那后来就从打一个叉，重新再编一个23版。好，23版也有被禁的，开天窗，这个红色的，这个你在图书馆里面是开天窗的。那日本禁吗？日本禁。那总督府禁。那版打叉叉是登了什么？为什么禁？缓战，就是这哎，如果说以我们这个甲子园，哦对，所以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以侵略，对，侵略了。以他比赛刚好是8月底，大家都知道1931年的9月18号，发生了9·18事变，所以日本这个时候的军国主义的权力起来。所以开始要对中国侵略。哎，你看那个历史在不同场域，我们都觉得它是分开的，其实是同一个年代。同一个年代，如果没有9·18事变，台湾的棒球运动会如火如荼的一直兴旺起来。为什么？因为就是战争嘛。所以他到了1941年，比赛就结束了。1941年是甲子园停赛还是台湾停赛？停赛，整个甲子园停赛。停赛就是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没有办法打球了。好，来看一下吴明杰的英姿哈。这照片是吴明杰在1931年甲子园大会跟小仓工队比赛的时候冲回本垒的照片，冲回本垒。哎，当时有拍到这个也很厉害哦，了不起哈。对啊。好，那再看这一张，这是1931年加农棒球队赢得台湾选拔赛冠军，全体在校合影。这个是台湾的总冠军，加农。其实，所以你们。导演，你们其实都有考据的，比方说服装啊，或者发型啊，考据会不会很困难？非常困难。哎，你要还原那个年代的人事物，对，你必须要注意很多很多的细节。对，比方说，怎么讲？为什么要注意细节？就是说，你把那个环境做出来的时候呢，你把人丢进去的话，整个场景就活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注重细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那你怎么找到那台纳西纳鲁的垃圾油呢？其实这个是我们团队厉害的地方，就是我空有想法，但是没有人执行的话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电影公司从海角七号开始到赛德克巴拉，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个工作团队都很非常。无私的付出他们的专业，所以才能够执行到我的想法。那一台真的是那个时候的，真的，那一台就是1929到31年全日本卖最好，有1/3的收音机都买这一台。而且戏里面不只需要一台，我们需要三台，所以他们都找了好几种样式让我去选择，这样子。好，毛哥，你等一下回来，我们来看看1931年我们嘉义长怎么样，好吧？来，先休息一下。好，其实拍电影非常的花钱，尤其你要建造一个1931年的时候的嘉义的街景。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VCR， 我们再请马导演来说明，好不好？来。
就是我们的。今回そのいただいたカノっていう映画のまあ仕事の内容として、1930年代の鍵の街を作りたいっていうこと。鍵の街を作るにあたってそのポイントとしたのがやっぱりその駅前の広場、駅前の広場とあとは噴水の周りですよね。そこを中心としてその物語に合った街をどんな風に設定し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のをまず最初に考えました。那个年代因为刚好遇到就是日本殖民，那他们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有加入了他们的建筑元素，日本本身的木造建筑以及那时候流行的西洋式的建筑，以及这两个 combine 在一起的折中式的其实都有，那跟台湾的传统的闽式建筑是有蛮明显的不同。在整体街道上，其实当年的嘉义街道是比较偏木造建筑，就是所谓日式建筑，那红砖跟水泥的建筑其实比例没那么多，但是我们为了拍摄上的那个层次感，如果全部都木造的话会看起来比较稍微乏味一点点，所以我们有稍微添加比较多的砖造跟水泥建筑在我们这次的设计里面。1930年代ってこうだったの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なんとなくそのイメージしてもらえるようなそういう空気感というか雰囲気が出せれば一番いいな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の今回の映画でいうと、まあ、建物自体のデザインとかっていう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あるいはその看板のデザインであったりとか、あるいは飾ってあるものであったりとか、結構細かいことで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細かいことの積み重ねでなんとなく当時の雰囲気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马导演，这个这样花多少钱？我们将近快一半的钱放在美术跟场景设计上面了，而且你拍完就拆掉了，对不对？很可惜，我们也觉得很不甘心，就是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跟金钱精力在考据，但就是一直没有办法保留起来。但是也不是我们这个场景不是就在嘉义吗？就嘉义的郊区。是是是，但是土地是他原本就有预定要他们之后要做的用途了。对，所以是没有办法保留。而且这个如果你要保留的话，就变成做影城的规模嘛，哈。是是。那那个在投资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将来我们也有去参与过那个电影的一些投资的一个计划，我才了解说，你如果这个场景要保留，你必须在一开始就要先申请，然后你申请的过程里面呢，你的那个场景的搭法就要符合是可以做影城的规格。你这五 A 是大嘛？五 A 那个二楼那个其实是空的，你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是不能够做影城的，因为它的规对它的材料也不行，还有它的那个安全结构什么什么什么系数什么都不够，所以你如果一开始要做成影城，就要拉到那个规格，那那个就是更多的钱下去了，更多的时间。黄先生，我补充一下，可能马导他也不好意思讲太白。对，那因为你现在这个康诺在台湾的票房跟受欢迎程度，说那个要影城留下来，而且是可以做观光，那现在可以收票，我相信都会有人去，就好办。可是当初就是不行，因为在嘉义，我不知道那个地是林务局的。那个地是好像是学校用地。学校用地。当初我的了解是有申请说是不是可以留下来，但是嘉义那边，因为嘉义好像另外已经有一个类似那样子的用途的地方，好，就是说我们没有预算去让你这个地方这个土地就让你这样用，所以你们拍完了就要把它拆掉。后来高雄那边就有接触说，不然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要用地。来高雄去。对，啊，两边的开始在抢。那后来就是你看后来这个大游行的时候，嘉义市政府也有投注更多。我现在没有要去批评蓝绿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其实台湾当然也有难处啦，但如果这个电影没有那么红的话，可能讲说啊，我都帮助你那么多。我觉得文化部应该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思考，就是当一个这样的制作，而且你看它愿景的时候，你要给它更多的帮助，可以把它留下来，现在大家就可以去看了，就不一样了。其实它这个有点可惜，因为我1988年跟89年我住在嘉义，一年我当记者，然后我那个时候采访张博雅就跟我讲说，嘉义这个喷水池对嘉义人是安怎重要？伊讲嘉义是一个头阿城，从火车站是头阿头，然后喷水池是头阿尾。那嘉义人，咱讲我是喷水人，就是嘉义鸡肉饭也是伫喷水。我也在嘉义教过书啊，他那个车站到喷水池是直这样过来的，所以去条叫做大通，中山路叫做二通，中正路中山路嘛，大通是中山路，中山路中正路是二通，嘿嘿嘿，
以前吼，就是以这个喷水池，以放射出去，日本时代设计放射出去，所以伊伫战后的时阵，张博雅的妈妈叫柯世贤，把它建为彩色的喷水，所以他对嘉义人来讲，他等于是嘉义的生活的中心，啊，所有公司行号开业一定花圈会摆到喷水，那所有人过世哈，观察一点爱对喷水设计嘞，带人离开嘉义啊。民主圣地就是那个喷水池，嘉义任何的选举，最后决战一夜，一定是在那个喷水，所以嘉义人都会说我是喷水人。所以这部电影在嘉义票房应该最好，对不对？没有，应该是嘉义人口比较少，嘉义人没有那么多，用比例嘛，用比例来算。我有去过他们，上映之后我有过去他们那个戏院看，好多人。大家都买不到票了，这样子。其实这部电影对嘉义人来讲很重要。在1931年，嘉义是台湾第三大城市。台北、台南，嘉义7万人，台中也是7万人，比嘉义还少一点点。所以嘉义的人口，嘉义以前叫诸罗呢。哎，最早是诸罗，短期当中呢，嘉义市是很热闹。尤其嘉义的农林学校嘛，它的农业跟林业，特别是林业哈，快木哈，林业非常的发达，所以才有阿里山铁路。所以当初的嘉义是非常的繁荣，哎，阿妈做老嘅咧。嘉义想要合作嘉义呢，以前叫诸罗山。诸罗山，它是因为在清朝的时候，从南部有林爽文事件一直攻上来，那攻到嘉义的时候，那时候都有城墙嘛，那在两边啊拼了几个月，哈，僵持不下，后来是嘉义市民帮清朝的军队打败林爽文，所以清朝的皇帝就说嘉其义行，所以改名叫嘉义，好，这样啊，所以我干嘛黑马是革命啊，因为冻不掉。好，那这个啊，刚刚讲那个街景哈，其实很可惜，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实大家看到那个，哟，这球场不容易啊，这球场的土哈，他们台湾的不同。咱台湾的棒球场拢红土，其实甲子园是乌土，但是要像啊，对不对？乌土多难啊！哦，他们后来去鹿儿岛载了那个火山灰啊，对，要把它盖过去。没有了，是假的。怎么变黑色的？等一下来谈，好不好？来看一下。哇，好，这里是你做。这边开始做棒球场哈，对对对对，啊，这个是在嘉义吗？没有，这在高雄。哦，这在高雄。对，哇，啊，这棒球场现在也拆掉了。地要还给别人，地不是我们的，啊，所以现在在整地了。是。真的，土是哪里再来的？土是哪里再？这个土哦，这个真正的甲子园土是那个火山灰黑色的，再加上一些白一定的比例的白沙混合成的，所以感觉是黑色的。那么我们在拍摄前呢，就做球场的时候呢，我们有选择好几种，但是选定一个很漂亮的黑色的土，我们就把它盖上去。台湾的土吗？对，台湾我们自己找的。好可惜，这球场整地多少钱啊？这个其实应该整完之后就可以让我整得很近。台湾有那么多职业球队或者业余的球队啊，这个球场都整好了，这是真的可以用的球场吗？还是要养一下。应该说做一个球场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以为说是把地整平了，把土放上去，草种上去就可以用，不是？你要一定的时间，比如说那个球在那里的弹跳啊，草的那个茂密度啊，那是真的有系数了。你刚刚讲的系数，对，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养。因为我们拍电影嘛，只要像就好，只要孩子们不会受伤就好。好，所以甲子园球场那个黑土是真的从火山灰带过来的哦，是淡路岛，就是。淡路岛，因为那时候他们在打的时候球是白的嘛，他们球衣很多都是白的，所以会。